算了，这上路推线还不会换血。这 F 六打完再打三狼去了，我们先去他狼插个眼，等他打狼 buff 去抢。哦吼，他就逮永恩去了。会有人听到我的。我是月亮的选择。拿过来。然后先掉点血甩技能嘛，然后技能给了可以杀他。哦，到我们上场了，抢掉，有被动在追着 A。闪现会打断 E 呀。这蓝宝来的有点快啊，这黑鬼也过来了，他晚点过来我就给他宰了。我操，我是捅了马蜂窝了。他队友来的太快了，对面野区也快，我感觉我不能打上面区。哦，我看一下蓝吧，往下半区走了吧，直接被围剿了。打上面区会倒霉啊，上路还被单杀了。他下去了，对面这支援速度玩的跟五黑一样，打架三路全来帮他，这怎么搞？你看这蓝宝这个补刀，他亏了很多兵的，四个保镖。蓝宝又不见了，去上了，那他应该也去上了，他们打野在上，他不见肯定也跟他去了，回中了，他红旗的野还在，他被雷亚蹭优势去了，这往上估计要打虫，赶紧刷他野。这时候人的话应该能干升六或者差个兵，没有那就没办法，直接抓下吧。这个 AD 有进化杀辅助啊，这亚飞有进化不好搞啊，那就杀辅助。这两个英雄长得好像呢，你别说。马上升六，看他们走不啊？为什么站塔下让他避啊？就只有我这个头，百分百成长率。
追随无尾之光。上路被打穿，中路不会动。这个血量可以试一下。我就是风暴。元素到了。说要是被他开里面去切一套形态，要被他反杀的。这蓝宝又不见了，我不敢去河道啊。他露头那就可以了。他们打野好像去打小龙去了。我现在打起来的话，我都得先看他们中在哪。这视野别 A。这雷雅应该在下。打这种打架比较强的单人路，你就得处理的小心一点，没有什么容错率，但是他容错率很高啊。纳什的钱快好，鞋子也快好。在打架，差点死。这永恒还有二在，他被二到。哎呀！感觉就不能在上面去待断节奏了。我只说真话。什么意思啊？挂机不动。那我双杀吧，看一下。打法中期发力，前期是会偏弱一点，但是这个版本前期脚就刷得很快，可以稍微弥补一下。刷得快的话发育就比较好，就有更多时间去做别的事儿。没虚弱，没闪现，全给了。我来了，我可以宰。他们在上半区，可以越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赶紧把塔拆了吧。而且我们这个攻速的话，拆塔比较快，小月被动对塔有用啊。加上我们丢技能再加攻速，拆得很快的。可以说九月是拆塔最快的那一档，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之一啊。
谦虚一点最快的奈特，这不谦虚一点就是猜的最快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，小小 AD， 你别说他伤害还有点高啊，主要是塔伤害高不是他高啊。但是好像我没赏金那也不亏，对面优势比较大，对面优势比较大的话我们一个肥也没什么关系啊。我这个钱还差点2900，损一些吧，损一些加个感觉得出这个，这把金身看双看都要啊，因为对面很肥，这个阵容是混伤的，不然活不下来，你活不下来的话你就 A 不出来，你 A 不出来的话出出装就没必要了，所以一个纳什就够了。对面这个阵容控跟爆发很高啊，活下来才有资格打伤害。又是三路记了呀，这咋办呢？还有最后15秒塔皮，赶紧吃一下，吃个两层。这种三路奔是最难搞的局啊。这样一打架，对面全来资源全没。要蓝宝啊！嗯，闹呢？跟谁作对呢？我可是皎月剑圣。跟我站撸，你想好了？这不得摊一下？这是他们辅助过来，他们辅助有那个什么技能来着？可以炸一下我，算了吧，感觉被炸一下要死。这把稳点，这把没有容错率啊。对面打野有容错率，他队友给他的容错率。我们没有护火甲，对面有个两三件护火甲，这把想赢的话我们得最少翻两波团才可以赢，甚至要翻三波才可以赢，也就是说对面有两到三件的护火甲。抓中抓中，就跟他，你别搞他，我大马他好。别再否定我了。我先开罗兰。下次出放一下。我怎么感觉这个闪现少了，改变了弧度了呢？我这 Q 闪完之后，他 Q 的位置跟我起始的位置好像不在一个位置，但是我不闪现的话我就直接被他秒了。我记得皎月是可以 Q 闪拉长距离，我不该闪现的。他可以 Q 闪拉长距离，但是我不闪现我又得死，那还不如不闪，说不定还能换闪个闪现。皎月是有这个技巧的，就是你 Q 完之后往后闪会 Q 变远。这边要开始买魔抗了，
整个法堂办了。等我一牙这波可以打，我一牙好。见到我就屠戮，这蓝宝没血，咬一口啊，可惜。这狼国太肥了呀，我抽水银鞋加盾烤了我1200，他这护盾的伤害是不计算里面去的，加上我盾可能将近2000血了，我像一个 W400 的盾。这把就看杀的快不快吧，这种局的话你杀的慢了，对面就要杀你的队友就赢不了，所以得杀的快一点，因为你不杀对面他就要杀你的队友，然后对面就很肥，你就打不过了。赶紧先把法团搞出来，这波龙不能要，这波接不了，抓不上了。我们这波战斗力不太行，最好 让他们在塔下给我们打一场。如果我们能先开切他们后排是可以打，他们后排比较脆，能切到后排是可以的。就像这波，再拉到七刀杀，能打过吧？一炸一下，先杀两个，吃了一套技能还赢不了呢。这就是我说的容错率。就是你这种情况，你又得开团，你又得打伤，你又得吃技能，啥活都在你身上。就算你先杀两个，吃了一套技能，这队友也收割不了，太累了。这一件我想一下买个什么呢，来个帽子吧，这种时候不用想，想个锤子伤害拉满。家都没了，别带了，直接帽子吧，看能不能点个门落后。来个啊，这波机会很好，他们打野不在，我落后了已经。可以，他们贝雷亚这波在还不好讲，这把要是能翻的话，我们打野跟对面打野都是 MVP 啊。搞一波怎么说死了三个，赶紧这把此生仅有的机会得把握住，再拖一会儿人复活了，这大龙拉了就翻了。
这大龙拿了，赶紧，这边还没过来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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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很关键，如果说这个两分钟前的话还是六四开的话，现在已经是七三开了，之前六是对面的，现在七是我们的。救一下我，救一下我，我怎么断E了呀，这不断E应该能再杀一个，帽子有了，我刚才 Q 到他了， Q 到他我E怎么断了，我记得E的途中即便目标被队友杀应该也可以刷的，这没道理，我 Q 到他E怎么能断呢，开始享受鲜花掌声了，那是打了三千，这只是表面上的，因为你攻速快导致你叠致命节奏更快，所以它有隐藏的攻速，再加上你这攻速快了打被动也快，这都是额外伤害跟额外攻速，攻速又能转换成你的伤害。过来了，来，你拿过来送，一起冲锋的号角，反攻了，反攻了，再龙拉一下，可以，这把翻了，开局这么艰难，三路崩了都 C 了，这把，那证明确实我这打法开发出来可行性很高啊，皎月现在这个被动加的攻速基本可以全程保持，看到没有，加了98的攻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带致命节奏买纳什的原因，加上他的基础攻速也加了，所以前期刷野很快，现在刷野的话刷一圈比以前快个十来秒，抽个 W 出来，你再换一个，你再换一个吗，你再换一个吗，差一点点，哇，这蓝宝打我这么痛吗，溃子这个黑鬼都打不动我，其实那要不来个深渊吧，这样子加深渊我感觉可以，深渊的话加魔抗还是加法霜给我们加伤害，主要是性价比高啊，才只需要2400卖了刚好，深渊可以，他们这个主 C 是蓝宝啊，可以针对他出装来，这样的话我这个双抗接近200，法强接近1000，再接近3000的血，又肉伤害又高，我待会都不知道怎么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输的吧，杀鸡呀，你还把E吹，你不早死，这人感觉他开始操作变形了，怎么想的，当着我面开E心态有点崩了呀，这人可以赶紧重拳出击，死了两个，三路一个在带，感觉现在已经不是 七三开了，现在是91开了，我们9对面1，
如果五分钟前的话还是七三开，这会已经是九一开了。这种大优势被翻的话确实挺难受的。只能躲在他的推。闹的，哎，他开金身，我还想 A 他，被他火烤了，不过也不亏啊。我这个推车牛，有点牛掰的，回了将近一万的血。大师打了六千二。打龙吗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们真不会以为你们打得过对面吗？他们要去浪去了。他们无法打破我的计划。刚才第一时间能打龙不打，现在打不了了，待会可能龙魂还要掉。可以，这波打得好。有来有来，一波一波来，冲冲冲，干他们！懂不少，直接干。无限连打了几个亿，打了五个了，好像一波了一波了。我研发的这个皎月剑圣还可以吧，开局三路奔都赢了，都翻了，都 C 了。我前面去野区杀对面，三路全过来帮他，四个保镖，有点夸张呢。这打法我觉得可以，但是得看阵容，这种比较笨一点、站桩输出的就可以这么玩。看到没有？伤害最高，成伤也是最高，又肉又输出，没掉多少血，因为盾。吃了挺多伤害的，盾缓和了五万四。直接下吧。有在直播间的撞粉吗？有的话弹幕打个一。来个撞粉超爆粉。